记者方慧宗台北报道。精品鞋履抢攻父亲节，十足休闲风格的 Slip On 当道。针对这波88节买气，乐福鞋旗下正装鞋 Slip On 运动鞋旗下系带休闲鞋，显现现代爸爸期待的是更轻松舒适、更惬意的时尚步调。以意大利鞋王 A. Gistoni 来说，今年最热卖的就是一款线条简洁、超轻量鞋底设计的 Slip On 运动鞋，在 Product S 大热门的系带休闲鞋销售反而放缓，取而代之的是换上全新金属扣环的男士豆豆鞋。业者透露，经典豆豆鞋款一向受欢迎，本季玩转全新的是扣花样，象征品牌的 T 字形 logo 巧妙隐藏其中，令人耳目一新。 Talked S 金属扣环男士豆豆鞋。 Talked S 提供 Talked S 金属扣环男士豆豆鞋。 Talked S 提供 A. Gistoni 轻量牛皮休闲鞋。 A. Gistoni 提供